失去的瞬间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天空漂浮的雨，像你一样自由，给我一个秘密，好美。我不逃避，回头把你抱紧，躲开人群找你。我们总是太晚明白爱情的重量，承受不了这点伤口酿成了遗憾。哦，让爱让爱消磨殆尽，最后失去你，眼泪教会我。不许接，电话有辐射，对身体不好。为什么呀？这万一我要真有急事怎么办？我帮你接。喂，小萌姐姐。啊，是天空啊，我是阿衍哥哥。小萌姐姐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。我想小萌姐姐了，她好久没来看我了。喂，天空，我是小萌姐姐，你最近乖不乖啊？小萌姐姐，我最近很乖。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了呀？你知道吗？我在画画比赛中拿了一等奖。天空，你太棒了！小萌姐姐过几天就去福利院看你，好不好？明天是六一儿童节，林妈妈组织我们准备了一台文艺表演，你能来吗？小萌姐姐，我特别想让你来。明天啊。好，小萌姐姐明天一定去看你。太好了，谢谢小萌姐姐，我们等你。好了好了，下不为例，别生气了，笑一个。真的动了，动了，哪有那么快？我真的感觉到了。青岩，你不该请我进去坐会儿吗？哦，请进。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你给周总的 U 盘，我们已经交给警方了。过不了多久，警察应该会和你联系。林夕，你没事吧？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接受惩罚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尽管说。真的不用。林夕，你可以拒绝我喜欢你，但是你不能拒绝我对你的帮助。你说过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好朋友不就应该是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出手相助吗？这段时间，你一定有很多事情需要安顿，你能让我帮你一下吗？
妈，没事，小心点，真的不用这样。小心点啊！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？早饭吃这么多，太丰富了吧？好，你小心点啊！有什么消息随时跟我联络。快坐，快坐。小萌啊，这都是阿衍的意思，估摸着今后啊，我们家顿顿都是这样了。是啊，小萌，这也是阿衍对你好啊。你也不用这样吧。哎呀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妈准备的，而且都是对孕妇好的东西，你必须得吃。嗯。哎呦，大补汤来了来了。来，尝尝。好。这个是什么？也太难闻了！哎呀，这个对你好，你把它都给喝了啊！喝了，喝。这个啊，是十全大补汤，这里面全都是保胎的补品，你身体虚就得靠这些大补的东西滋养起来。快喝吧，啊！小心烫。哎，这好难喝。良药苦口，就当是为宝宝好了。那我喝完这个。是不是就能放我出去了？不管去哪儿，必须要保证宝宝的安全。嗯。不行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。喝吧。喝。吃吧，妈妈。你也吃吧。来来来，这个还是要吃一个的吧。这个是无鸡汤炖的，基础营养。江老师，你一定要吃到了。好，看我的。呀，真聪明。来，谢谢老师。老师一起挂起来啊。老师，你看我这个。老师看我的。来，我们挂这里。老师，我喜欢这个颜色。来，你自己来。是周小萌家吗？对，请问你是哪位啊？啊，我是他电视台的同事啊，有一些资料要送给小萌。他在家吗？哎呦，小萌不在家，他到福利院参加活动去了。这样吧，你就把东西直接送到家里来，家里有人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想哥了吗？想，不过还是更想小萌姐姐。变得真快，来给你买什么玩具了啊？小萌姐姐，我们演出马上开始了，你来当我们的主持人吧。当然好啦，那你带我熟悉熟悉这儿好吗？好。好嘞。哎，走吧。啊。小萌姐姐，你坐。好，我气球就放在这儿啊。这就是我们的舞台，一会儿有唱歌、舞蹈，还有短剧呢。怎么样？我一直在找，但是没有什么头绪。好，你和齐岩那边保持联系，看公司那边有没有新的情况。远哥，我们为什么要帮蒋庆成？蒋庆成是蒋泽的父亲。现在我们是在帮蒋泽，我明白了。但是我觉得蒋庆成这次跑出来，最有可能找的人就是你。我会小心的。那你表演什么呀？我演短剧，剧本的故事是我编的，让秦老师帮我写下来了。小萌姐姐，一会儿你看了可不要笑我。天空，你现在又能编剧了，你真太棒了。那小萌姐姐一会儿在台下一定好好跟你过好不好？好，我的故事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妈，
坐下坐下，身子沉啊，别总是站着，你得自己注意。妈，没事的，医生都说了，一切正常就行，您不用那么紧张。妈不紧张，最紧张的是你老公，我那儿子。你说这毛头小伙子当了父亲就是不一样，比以前啊成熟多了。小萌，小心外面有个人捧一大束花，说是你的鲜花快递，要你签收一下。哦，谁送的呀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？我觉得是阿衍想给你个惊喜。回去吧，嗯，慢点啊。随时联系。好，慢一点，轻一点啊，小心，一会儿打爆了。哎，慢点。妈。哎，小萌她刚才不是跟你在一起说话吗？出去了，有个送鲜花快递的，让他去签收一下，你送的吧。妈，我去看一眼。喂，强子，小萌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小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你有没有找过她呀？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爸联络你了，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放心吧，我也不希望小萌出事，我已经报过警了，正在配合警察全力的寻找我爸。有消息的话，我们再联系吧。我真的不想失去她，我真的不敢想。我爸他已经是警察眼中的犯罪嫌疑人了，我也不希望他错上加错。喂，我是周远照。没想到吧，周延昭，我说过最后赢的一定是我。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不伤害小萌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我就不跟你废话了。首先不许报警。好。第二，把你在盛海所有的股份全都兑换成现金，打到我指定的账户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还有别的要求吗？做到这两点，你就可以见到周小萌。你理智一点，你不许伤害小萌。蒋泽，蒋泽人呢？蒋总他去公安局了，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。想到吧，周延昭，我说过最后赢的一定是我。秦，你马上起草一份文件，我要任命你为总裁助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可以全权代理总裁职务。周总，您蒋倾城已经势必要潜逃了，我得去把小萌追回来。我担心的是一时半会儿追不回蒋倾城，
我甚至还要追他到国外去，所以这段时间公司的事我可能就顾不上了，就要辛苦你了。是，赵总。严哥，你让我查的游艇定位我查到了，把定位发给我。好。进。赵总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周总。这里是不是有一艘名叫乐色的游艇啊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你最好尽快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包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这那游艇往那儿一直走就可以看到了。喂，蒋德先生，刚才有个先生很凶的来询问你父亲游艇的事情。是吗？错嘛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知道你想要的只是钱，而你也不会真的伤害我。挺聪明的。可是你知道盛海集团全部的资产加起来价值多少钱吗？上船去。江青城，哎呀，别过来啊。江叔叔，你把小萌放了，你想要什么都给你，钱，还有盛海你想要的一切。鬼才相信你会把钱乖乖的交在我手上。不过我挺佩服你的，能找到这儿来，是我那傻儿子告诉你的吧？我今天找到你跟蒋泽没有关系，而且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他是不想让你再滑入更深的深渊。别跟我来这一套。我是需要钱，可是你带来了吗？说白了，你就是舍不得你在盛海的那点股份。怎么着，今天到我这儿是空手套白狼来了是吧？你也知道盛海的股份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就算我凑齐这些钱也需要时间啊。况且现在我已经通知了银行，等我处理完手续，我立马就把钱给你。不是给我，是还我。盛海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你老爸从我这儿抢走的。就算是我爸不对，可他都已经死了，难道是还不够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！我不但弄死他，我还要弄死你，让你们周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让你知道了也没关系，你爸就是我弄死的。叶思荣的车祸也是我造成的，我就是要栽赃他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却信了。你到盛海来的一切，一切阻碍都是我设计的，包括现在。哼，你输了，我赢了。好，你赢了，你把小萌放了，你要的一切我都给你。你说的啊，好。
看见了吗？铐上，把自己铐上，快点！不要！别喊！哎呀！快点！把自己铐上，铐上，跳海里去！快点！不要！别喊！快点！爸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赶快放了小萌！臭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这，小萌！啊！啊！哎呀！快跑！哎呀！小萌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快出来！小萌，冷静！你放开我！你冷静啊！哎呀！冷静，小萌！麻烦你快上车吧。任务完成，嫌疑人已经落网。头部大量出血，病人现在呈昏迷状态，并无其他病症。眼部对反射不清醒，昏迷指数三级。起搏器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。
人进去就行了。让我陪你进去吧。我想自己面对，至少我想在你面前我还是那个有着美好形象的孙灵溪。醒了，阿雅呢？啊，小萌，小萌，别这样，不要冲动，小萌，小萌，别这样，小萌，小萌，妈，小萌，我看到了阿雅，她满脸是血的躺在那儿，我要去找她，她在哪儿？你告诉我。小萌，小萌，你别冲动，小萌，你不要这样，是找医生，不是她醒了，是找医生，不是，你放开，小萌，小萌，小萌，小思思，阿雅她怎么样了？她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她在哪儿？我要去找她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先冷静，你带我去找她。你冷静一下，你状态很不好。小思思，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赵云照没死，你为什么不能说？他没死啊，那他伤的怎么样？重不重？你带我去找他，我要去找他。小萌，你有身孕。江倾城，你最好老实点，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完整的证据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在我们掌控之中，老实坦白，不要做徒劳的挣扎。你为了争夺盛海集团的控制权，置周冰离于死地，你是不是派人切断周家的电源，造成电力故障的假象？借此机会，你又指使人进入周家，把当时周冰里正在服用的心脏病药物换成了诱发心脏病的毒药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嫁祸叶思荣，又为了死无对证，在叶思荣住院的治疗期间，你又指使他人几次对叶思荣下手。这些你不交代也没关系，就算周远照现在醒不过来，你觉得故意伤害罪你逃得掉吗？证据？你们没有证据。证据？放心，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你的得力干将孙灵溪已经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向我们坦白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女人靠不住。你自己最好老实交代，等我们把一切都查清楚了，这性质就不一样了。
你不要死，我不允许你死，你快醒过来好不好？快醒过来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允许你死。小医生，他怎么样呀？他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脑部严重受创，可能。可能怎么？他会醒过来的。哎呀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不要吓我，你一定会醒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就当是为了我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来，你摸摸看，你感觉到了吗？他在动。我猜她应该是个女孩，因为你说过你喜欢女孩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照顾好这一切。安言，我是小萌，我们都会好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你记得我们还在体院的时候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多年轻啊，夏日骄阳，还有刚训练完满头大汗的你，我多想你现在也是满头大汗的样子。你还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不能下床，你就不分日夜的照顾我。那时候，哪怕你再恨我，都没有不管我。我知道，你不会丢下我的，对吗？所以现在，你也不会那么狠心的丢下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会一直保护我的吗？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的约定没有完成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我该怎么办？小萌。小萌，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么下去身体会撑不住的。哎
害羞什么？又不是没见过。你不会是在想什么邪恶的事情吧？我才没有。换衣服。我想说我爱你，还想说我愿意。小萌，你这样没日没夜的不休息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？就吃一点好不好？我真的吃不下。小萌，哭出来吧，哭出来没准心里能好受一些。师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只要这样一呼吸就会跟着疼，跟着呼吸一深一浅的疼。可是我不能哭，我要等阿言醒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坚强勇敢的我。周延昭，你听见了没？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你就赶紧给我醒过来。脑部的血块，这就是他一直昏迷不醒的原因。综合各种情况来看，我们能给出的最佳治疗方案就是这个，虽然有一些保守，还需要病患的一些运气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脑部的血块会慢慢缩小，直至消失。告诉我吧，他治好的几率有多大？小萌，你要相信我，也要相信科学。我相信你，但是也请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好吗？低于10%。这么低？小医生，需要自制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是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们想办法消除他脑中的血块吧，让他赶紧醒过来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够再一次承受这样的事情了。小萌，你别着急，不用说，四肢也会竭尽全力的。小萌，我们跟你一样感同身受。我刚才告诉你了，要相信科学，可我也要相信科学。正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才更不能冒这个险。你们就眼看着患者处于危险之中吗？万一他脑中的血块不消除，他不就一直昏迷不醒，伴随着生命危险吗？乔真，这里是最好的医院，如果有更好的办法，你觉得我能不去做吗？可是，
相信，我相信阿衍会好起来的。他一定不会允许自己一直昏迷不醒的。我接受保守治疗，因为我相信他。小萌，小萌。大夫，怎么样？胎儿还健康吗？一切正常，胎儿发育得很好，各项指标也正常。只是你有些营养不良，你要多补充营养。这个时期的胎儿啊，需要大量的摄取营养。如果母体营养不足的话，会严重的影响到胎儿的发育的。知道了。有孕期反应吗？比如呕吐、恶心什么的，暂时都还没有。哦，那你还算幸运。像有些孕妇啊，在怀孕5周开始就有了孕期反应，等到孩子生下来，整个人都快被折磨死了，丈夫也被折磨得瘦了一圈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周小姐，我一时嘴快。没关系。好。啊，周小姐，一切正常。他还好小啊，好可爱。是啊，怀孕是个神奇的过程。等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更大的变化的。谢谢医生。风拉扯神经，将疼痛怂恿，我的一切变苍白，虽快乐在负重。落入在你走后的空洞，默不作声，临终的曾经，希望你偶尔去触碰。 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, 让我一片悲哀，总会有偏心的爱情的宇宙弥补时间里的纰漏。 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, 说出我的告白，总会有偏心的爱情的宇宙给出四个爱的理由。 Cause I love you, 我只想对你说，在不同的时空。让我一片悲哀，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宇宙弥补时间里的纰漏。 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, 说出我的告白，总会有平行的爱情的纽扣给出此刻爱的理由。 Take by my heart, take by my soul, don't let me cry,